该怎么玩呢、啊？很多人还是搞不清楚啊。那现在呢，运营彩公司就举办了一个新波妹的选拔，教大家怎么玩。第一名不但有20000块钱的奖金，还可以成为宣传海报的女主角。所以很多的年轻女性哦，她们就自己来拍影片啦，争取这个大家的注意。而且不止搞创意，甚至还露很大，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她们。我们的独家。为了20000元奖金，还可以当上宣传海报女主角。十五个辣妹各出奇招搞自拍，拼了！大家好，我是 Christina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是浪分玩法。火辣造型讲解运彩怎么玩，她是一个小学老师，走的是瑶瑶童颜巨乳吸金路线，在网络上人气超高，一堆网友抢着支持。但要拼人气，也不一定只靠性感。这位爱好猪头妹的妹妹，利用可爱的小道具说运彩，够 Q 的手法一样杀很大。首先呢，我们有大蛙队跟小蛙队要来比赛喽。大蛙队开始让小蛙队1.5分，小蛙队则拥有1.5分的积分来开始起跳，而大蛙队只是从0分开始计算哦。来看一下这位可爱妹妹姓蒲，平常是银行二楼，这回参加比赛可以不让同学长官知道，结果没想到自己的老妈先来捧场。讲运彩有性感有可爱的，当然也少不了运动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经常进去看运彩还有逛街。目前这项运彩新波妹比赛已经进行到第二阶段，预计7月中会选出第一名。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到网站上票选心目中最正的妹妹。中新闻蔡美琪、绿桥特别报道。